好，我们这次要抽天玄意剑跟这个妙意，然后我自己是比较想用光剑品的啊。OK，霹雳是蛮像的。好，然后我现在有加趴数吗？没有，再没加趴数。很久没抽卡了。光剑品。没有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嘿嘿，哎，天玄意剑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哎。最近越来越画不像你。但是，三十抽了嘛，对不对？三十抽了嘛，然后第四十抽了，第四十抽没有，要个乌鸦嘴，什么变火箭瓶？加发数了，第50抽，干，第60抽，我靠，白白东西，奖品，哎，又没有。嘻嘻嘻嘻，七十抽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难道刚刚是去大便的关系，所以大完便没有死运吗？大便完应该有死运才对啊！啊，有有，第七十抽，一二，第二只，没错，大号剑平。究竟是不是光剑灵啊？去死！我头好痛啊！八十抽，哎，90抽，想睡觉，100抽，110抽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可能在心中乱画呢？干干，那你，我好可怜哦。120抽了，对啊，太久没抽变这样，是不是？我累积这么久。130，有了，一二三四，第四只，二三，极幽镜，极幽镜，极幽镜是不是光剑平啊？剑雾翩然。亦有锋芒，妙意，这厢献丑了。哎，我还要拼吗？好哟，烦哦。
好，继续。一四零抽。一五零抽。一六零抽。换别的。一七零抽。好，换一个这个。哎，没有。我心累啊。一八零抽，抽大圣，大圣是谁啊？你说下一次的联动吗？一九零抽，快没十字金的啦！有了有了，那一样的话就不抽了。第三个。一二三，不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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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我不要，我不要什么关键品的，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什么关键品，关键品什么东西啊？谁需要啊？搞什么鬼？我有健身就好啦，搞什么东西啊？我健身就可以了啦，哦，我不屑，我不屑什么什么光剑瓶，什么东西嘛，只不过会一点万剑诀而已，就在那边拽，对不对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很好，我很好。对呀、啊，股市赢回来就好了啊，赢回来再氪金啊。干！哦哦！好烦呢！哎，不是吧？我今天没做坏事，为什么会不让我中嘞？我今天是做了什么坏事吗？我只想有光剑品，有这么困难吗？啊！我只是想要有光剑品，有这么难吗？我就问。哎，是林树若草戒者，必获其报也。光风霁月，师父师娘之侠义，非我所能及。然可行世间，既受助于民，便当为百姓苍生尽绵薄之力。这个造型是还蛮不错的啊。啊，就这样，气死我了。好，我们再拼，把所有都花完，拼一下。OK， 看起来是不会有的，不会动的。哎，好了，就这样了。我尽力了，我尽力了。啊！我放弃了。看得出来我在乱按的吗？好了好了，就这样。好了，今天抽卡就到这边了，就这样，有够难抽了。